狮子王，哎，他们想看狮子王，不了，狮子王要钱啊，为什么要钱呢？我都已经会员了，还要钱？爱奇艺就有狮子王了，我干嘛来你这边看？水行侠要钱，你有什么不需要钱的？Apple 先生，到底什么东西要收钱，什么东西不用收钱的？现在是不是来骗钱的？这样好像很逊，用手机看，好，那就用电视看，哦。好想哭哦，什么 Apple TV 嘛，好想哭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霍林。那个 Apple TV 好像今天已经开始可以用了，那我也没用过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用吧。苹果手机，老实说，我把它装了Google 浏览器，然后 Google Map 以后，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用了。我连现在连 iTunes 我都还没装 Apple TV 点进去，开始观看，免费畅享一年，无需绑约，在设定中即能随时取消，然后订阅方案会自动续订，直到你取消为止，试用一年，到2020年11月2日。一个月170块，到底能看什么？付款方式以订阅，都免费吗？史努比登上太空了，好，关闭电视 APP 的行动数据，为什么？是用行动数据来播放，好，不。小朋友，Apple TV， 史努比有没有看过？我在学校看过。是啊。Apple TV 有很多电影吧？不晓得还有什么可以看。吓死我，还以为是那个电影。儿童家庭。哎，跑掉了，他没有兴趣。狮子王，哎，他们想看狮子王，不了，狮子王要钱啊，为什么要钱呢？我都已经会员了，还要钱？会不会里面东西还都一大堆都要钱的？爱奇艺就有狮子王了，我干嘛来你这边看？水行侠要钱，你有什么不需要钱的？Apple 先生 ，Apple TV 有什么不要钱的？我看一下象群女王。要不要钱？要给我收钱，我就翻脸了。不用收钱。好、哦，到底什么东西要收钱，什么东西不用收钱的？现在是不是来骗钱的？今天直播秀不用钱吧？对，随便找的这个。为什么这边星光大道里面就要钱了？所以底下都要钱啊。我就都已经付了170块。虽然说现在是免费，但是我要收了170块了，还要钱。然后也没错，爱奇艺很多都不用钱 ，VIP 就可以看了。但是有些电影呢，它还是会收电影券，一个月2张，这也合理。那你给我2张电影券，我也好啊。Apple TV， 好，我们来看大象吧，来用那个便当来看 ，Go， 等播放。老大，哦，好想哭哦！什么 Apple TV 嘛？等几秒了，年纪大了没有耐心哦。哎，喂，好想哭哦！到底是谁太烂呢？为什么没有画面？几分钟了啊，2-3分钟了，咔咔咔咔咔咔咔。好，那太空使命应该都一样，应该是网络问题吧？
播放第一集。想哭哦，年纪大了没有耐性，家里网络太慢吗？镜像的问题吗？镜像可以，可是镜像要播又不行，是便当烂还是我家网络烂还是苹果烂？咔咔咔咔咔，不要了不要了，转到天荒地老。还是大陆厉害啊！你看，来热播投屏，嚯、哦，超屌！希望可以播太空使命，来，看会转圈圈吗？看会不会转圈圈？哎，有有有有有，哦，每秒300多K。放弃了，根本转不出来。放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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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弃。可以啊 ，YouTube 就可以播啊，那 YouTube 就可以播啊。为什么那个就不行？来看一下拍照，很有趣哦。用镜像投射拍他自己会很有趣哦，你看，底下这个一直跑一直跑，他一直镜像镜像镜像自己出去。你看你看你看，拍过后，你看过后一直好多过后有没有看到？好多过后。这有点像那个镜子的那个，很多镜子的玩法。它镜像可以投射到便当，但是要 Apple TV 要镜像在电视上看的话，我家的网路转不动，失败。Apple TV 已经登录了，晨间直播秀播放。别傻了，我刚才跑了快10分钟，根本连动都没动，所以是我的问题咯，不是 PC 的人看吗？就花了我好多时间来搞这个，浪费时间，收工，不看了。